快为金钟五十按赞，天天送五千，还有机会玩彩金摇摇乐抽六万大奖。马路上行人快跑过路口，但白色自小客车突然左转冲了出来，直接撞上去，力道强大，行人翻了一圈，倒地不起。换个角度来看，当时路口红灯，左转车辆却没有礼让行人，撞了人才惊觉事情大条了。路口机车、汽车驾驶个个看傻眼，但就在这个时候，救兵来了，远警出现，即刻救援。是远警正要赶往路检点，一点的时候要赶往路检点，刚好在那个路口回转等停等红灯的时候，发现这个车祸。两名远警骑着机车立刻出现，上前关心。路口远警也冲了上去，但前一秒才撞车，下一秒远警就刚好出现。这不是远警有预知能力，而是执勤刚好路过来，立即做交通疏导以及联络救护车到场救护。警方说，当时小客车左转，路人路权比较大，白色车辆应该礼让，好在远警及时到场，让执勤民众对人民保姆必出个赞。记者王一超台中报道。